好榮幸獲得2022年度旭沫 Jessica 成功女性大獎，非常感激各位評審。這個榮耀不單止是對我個人成就和事業的一個肯定，亦同時間鼓勵我要更加努力為社會和女性作出貢獻。我一直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和多元共融文化。身為美妝行業的領航者，我一路帶領團隊，希望可以為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，為保護環境希望可以作出貢獻，成為業界的一個好榜樣。我在這裡都希望可以鼓勵每一位女性不斷學習增值自己，放眼世界，敢於嘗試突破自己，因為你們每一個都可以成為成功女性。